儿等相继当上新手爸妈，阿娇订婚成功外，另一对新人的恋情也让大家很感兴趣。张继科和景甜，前阵子这两人扑朔迷离的恋情引发吃瓜群众的关注和热议。就在事情越传越真实的时候，张继科被拍到探班景甜车内吻别。据爆料，景甜还特地安排助理去接张继科，张继科亲自开车送景甜去了片场。在景甜下车之前，张继科貌似叫了景甜一声，景甜一回头，张继科探身上前蜻蜓点水般悄悄吻了大甜甜一下。所以这是恋情坐实了吗？之前张继科在立春当天发的一条微博，疑似想要公开恋情，当时景甜和工作的官微也转发了。最初听到张继科景甜恋爱的消息时，挺多网友表示不解的，景甜不是有男朋友吗？但从他去年情人节发的单身狗微博来看，应该是已经分了的。节目中也坦诚聊过前男友，细心网友找出了一系列张继科景甜疑似恋人的蛛丝马迹。比如张继科去年发过一条微博，配图里电视中播放的貌似是景甜演的《大唐荣耀》，经《大唐荣耀》时即刻代表限定，确为此剧。去年11月，二人也疑似同赴普吉岛度假，评论互动不能再多了，还有情侣衫同款、胡萝卜壁纸什么的，总之恋爱的气息有点明显。加上最近这次的探班和车内舔吻，网友都觉得张继科和景甜的恋爱关系公